呀，这一盘的肉你可单了了，还吃？你那你成啥了？你还吃了那一身？那身膘还有把腰不？剩那两块骨头留它干啥？那是我小时候，常坐在父亲。作业做完了吗？都。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，父亲是那。6:58补完上学去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胖勇，今天22号了。给孩子买了早餐，他去上学了。你们那边的学校开学了没有？我们这边是，他是6年级的，刚开学。小豆豆的话，到明天才正式开学。小豆豆跟我在这个房间睡。豆豆，你咋跑着屋来了这儿？爸妈让来了。爸爸去拉粑粑了，回来了，你都跑这了，看不见你了，跟我搁那屋里睡去吧。那妈什么？就那妈搁这屋里睡吧。妈说那屋里了。那你在这屋玩吧。都9点了，烂家伙才起来。早上我炒了个蘑菇啊，用水过了一下炒的，是这个网友们给我说的，让我用水焯一下再炒，炒出来了油光满面的哈，味道还是可以的。大家尝尝这蘑菇，妈给你煎了荷包蛋。妈妈煎了几蛋好吃啊？还是爸爸煎了好吃啊？妈妈，谁给煎的呀？真的妈煎了，好吃。我煎了不好吃啊。那以后叫恁妈妈多做饭哈。不。给你刷完吧，上午我做饭啊。刷完了把桌子擦了哈，收拾了，我不管了，到点我都来做饭了。上午11点了啊，孩子快下学了，也得自己整做饭了。这刀花了25块钱买来了，不能光放着它呀。这个又弄了一斤排骨，做个红烧排骨，水烧好了先鱼家伙，还有咱爷个卖这个烧鸡，上午死打死打又弄一个菜，再炒一个小青菜。中午把这整的吃吧，这青菜叶子。这小青菜多好，这青菜这不是小青菜，4块钱一斤，这不是小青菜，这是啥？这就是小青菜。俺豆豆都知道这是小青菜。不是小妖琴，不是这样的人。你问人家网友看是小青菜不？这是不是小妖琴？你懂比这还小。你懂了啥呀？小排骨焯好水了。你这腌的吃了？那腌的吃了。那咋吃啊？蒸。啥会儿蒸啊？回家蒸啊？一会儿，你俩再弄弄。来点老抽，加了2勺的水，叫它咕嘟去吧。收收汁，差不多回来放点调料，红烧排骨都完成了。球掉哪去了？掉哪屋顶上了？那只球飞得够不着，那咋会打到那个家？那是他啥呀？一锤子买卖，一锤子都到这儿来了。就看看，应该在这儿呀。呀，这都看见了这。还有可能3块了，没3块了。那买个去吧，再买个去吧。1-2块。多买两个球放呢。放进了。还没开始打了，一家伙打那上面去了。还没这还没开始打了。拴个绳子回来。打上去了，还没开始打了。慢点。不是一锤子买卖。先做饭了，豆豆。你不会做啊？给你要一口。那不是。
大，冷的。嗯，好吃。这咋蒸啊？这蒸点面啊，和哒和哒，放篦子上蒸那种了。嗯，真简单啊。学习了不？这个在干啥呀？看看蒸了没？这样蒸芹菜。嗯。你是这样弄的话，别弄错了。啊？你蒸过吧？比得小，弄得多。小芹菜出锅了，都是没放肉，再捣鼓个这个紫菜鸡蛋汤。今儿个了上午的饭都这些吧。去呗。妈，明儿个吃鸡不孬呢。你把他请家呗，咱请他不在咱家吃的话。他不。你滚的，你别想。你不能，你不。上午那老师检查作业了不呢？没有。没检查啊？尝尝。算了，芹菜叶子好吃了。你尝尝，你评价评价，那妈做了到底，蒸了芹菜叶子到底好吃不？嗯，好。啊？好吃。好吃。我吃管。啊，回来我也尝尝。喝点不呢？你喝不？我叫你妈妈喝，我喝好喝着就。妈妈说了不喝。我闻那些香了。好几天没喝酒了。哎呀，闻见那个酒味都香。尝尝这个，走，吃完饭我正玩一个小时，知道吗？上午玩了不？没有。吃完饭咱别玩手机去，等吃完饭之后再搁那玩。妈妈说了，去楼下。那妈妈答应你了，王秀丽你。不包饭不？你这送啥了？嗯。我找你炒豆腐汤了。嗯，不香。哎呀，真好喝！吃了半天的这个烧鸡忘了拿了，丢外边有老鼠，放这里边了。啊！明儿考试有信心不呢？是没有。语文有信心不？有。别的还有啥科目不？英语、拼的。那有信心不？拼的，俺们是。哪怕你三门有一门没有信心都可以，知道不？数学就没有。数学没有那是你的弱项，得抓紧了。然后期中考试俺们考拼得的时候，然后全班都瞎了眼，啥都不会写，都考了二十多分十几分。这个数学你是遗传的妈妈了，知道吧？他数学都不好，语文好，我是数学好，都得遗传我数学了。买了要这菜。芹菜我买了，那妈妈蒸了，早晚上这一盆。喝果汁就不然喝饭。喝一杯那玩意他想喝了，他不耽误喝饭，弄着吧。这排骨还得一块没吃，王小姐啊。不吃了。都让你给造了。我也吃了。干呀，那边很能干。对不起哈。呀，很的干才干。打不你。啊，使劲打吧。不能打走啊。
还有人打俺嘞，他就是一天打俺头，打俺来的。我给打住你了，哎，不小心挖住你了哈。哎呀，还小我呢俩。小啊。嗯。你多大？上几年级了？我才上小学二年级。哎呀。我吃饱了，我吃整个菜都吃饱了。这烧鸡也没人吃了，啊？呀，这一盘的肉你可大了了，还吃？你那这成啥了？你还吃了那一身？那身膘还有把腰不？剩那两块骨头留它干啥？一盘菜肉孩子都没拿吃，让你自己给糟光了。哎呀，你别跟他笑了，你把碗刷了去吧。一到吃罢饭都发愁了，大眼瞪小眼，刷完你吧去啊。啊，一盘菜肉你自己干完了，你拿身上的肉你全能活动活动减肥了，刷过去去。你别上，人家都是家庭主妇，刷完洗碗走饭。啊，咱家没这一说，咱家家规都是你刷碗，奶奶刷碗去。啊，这个汤是搁哪来了知道吗？你扬州的一个叔叔给你邮了啊，叫恁吃了，叫你跟豆豆拿得分给恁同学吃吃。好了朋友们，我要刷碗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话点个关注，感谢你们的观看啊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